还送四条新胎哦，我熟悉喝主呢，还帮我留五星好评呢。哎，兄弟们，刚收了一台2020年头塔奥瑞斯。跟这台不一样哦，我这是 Corolla Sport 23年的，刚刚问什么差别嘛？对，有什么差别？大包是不一样，它有多了两个 C 型的转角，还有 logo 的 C 型，还有大灯，仔细看是不一样，一个是方形，一个是圆形，拉两条白线有没有？有 Y 型的白线没有？拉这样分开的，好像没有那么明显。小改款，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它这个二三年这代有全数位仪表跟通风椅，只有电热椅。不是也不错，价格又更便宜啦，一样 AMG 四样的赛车椅，夸张不？这里有没有？你那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？我觉得你应该降低我车的车格，差多了去。还有全数位仪表跟半数位仪表的差别，哦，就是半数位仪表，半数位仪表，他们都卡小吧？哎，可是它小改款，轮框竟然还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回事？是一样吗？因为那工厂还有库存吗？这个说吗？工厂还有库存不能沿用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但是这轮胎它应该是刚换哦，它是 PS5 哎，它很新哦。你有在注意呢？性能胎啊，这个宝宝跟你挥手了。你亲宝宝呢？对啊，这条也不便宜哦。这车主舍得花钱，胎纹深不见底呢，刚换的啦哈、哦。哎呀，还送四条新胎哦。五星车主哎，还帮我留五星好评哎，给你看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今天帮我刚留的，搬成台中上去看老板，沟通后双方满意，处理流程安心，回复也及时快速，谢谢。五星好评，五星好评。你也可以给他五星好优质客人，五星好客在这里回应，他应该有看到啦。这台就特别啦，其实消光黑一直是我喜欢的颜色之一，不是蓝色吗？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不是我的颜色，你懂哎、啊，你懂这个。不过这一台那时候收的时候就有看到这几个地方，看要怎么去处理。这有一条线，有小折痕，这有酒窝，刚好就在这个折痕的地方，这个就比较不好处理。对，这里还有小线条。几种方案，第一种全车膜撕掉烤漆，完事。第二种修复，如果还喜欢这个颜色的人，我就拆这两块起来。看无痕能做，不能做烤漆，然后这两块再补回去，一样消光黑。啊，它底色一样是黑色的。嗯，刮骨头在啊。但现在还没动工，因为刚回来。如果你一样喜欢消光黑，你就省了几万块贴膜的钱。没错，对吧？啊，你不喜欢，到时候再撕掉也可以。啊，另一种方案，我就都不动，便宜一些给你，比如说5000、1万还是多少，啊，让你去换其他膜，我们也有厂商可以配合，可以合作，可以合作，补贴，对，补贴，我把原本要拿来花在这台车上的钱补贴给你，让你去贴你想要的膜，对，但限定是合作厂商啊，当然合作的。就是你可以去挑你喜欢的颜色，对，划算。我也有分等级啊，看你喜欢哪一种，都可以谈，都可以聊。基本上，因为车子也原版件，其他应该就刚讲那边需要弄一下。8万公里，这算顾得还不错哎，这样算跑。ACC 车道至中，跟车，这算跑多吗？维多，维多，利亚，没头脸。你不要讲那种很老掉牙的笑话。一年2万公里正常跑，2020现在24嘛，一年2万其实也算正常使用。6万以下的话，其实算少啊。一年如果过2万，就开始维多利亚。维多利亚，哎，看这仪表板还是有差。其实它只有中间这一块是虚拟的，可它那个虚拟的也没有这么好看呢。还是那个好，还是那个好。就满满的给你。那个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？功能驾驶 Sport 模式切换，自动头灯、雷达。那什么按钮？那是腰靠啊，电动腰靠。电动靠腰啊，也可以，可以啊，只是比较不好听而已啦。都可以故意这样子暗讽。还是斜电动靠腰，后座空间，嗯，有点太小了，对你来说是有一点哦。嗯，这隐秘性蛮好的，你有发现？你反应太大了啦，我笑到流泪。你脾气蛮好的。
确实吧，关上门演示一下，远远的，你说你看不看得清楚我是谁？看不到。我的天哪！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哎、欸，你看这个门，还有一个黄黄的哎、欸，这很重要哎、欸，就是你开门的时候，人家可以看到啊。就打方向灯会亮吧？看起来就不会。打方向灯，哎、欸，有会亮呢、欸。后面不会亮吧？我小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又过一个路口，它是一个这样转弯嘛，然后我从这样骑过去嘛，他可能没看到我，突然开门，我骑脚踏车，龙头撞到这里，我整个，超危险，差点跌倒，你知道吗？撞到下面，超痛，真的超危险。你在开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你是摩托车或是你是脚踏车的时候，你至少一定要绕过它一个车门可以开的一个宽度，这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嘛，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门会打开、欸、大灯很好看，来往前一点，刚才也不错。你刚刚蛮会讲话的，不错啊，价位上会有差别啊，60几就可以买到，差别一里头班呢。就你要选哪一台？预算没那么高的要选这台，预算有到那就选那台。好，预科，哎呦，蛮轻盈的、欸。就是这样吗？看一段，3、2、1，看这加速度，哎呦，流畅，可以呢。难怪他客人要买这个车，客人刚刚有眼光啊，有眼光。Next pole， 3、2、1，哎呦，感觉不到差异。有啦，刚刚那边下坡，这边上坡。不错啊，来，以上就是我们这台你戴的眼镜起雾，温差太大不行啊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台2020年 Corolla Sport， 头塔奥里斯，跑8万公里，卖60几万，60几万而已，六字头。那60几是到公还是？等下问看看嘛。加赖询问，跟他讲那个看怎么处理。有兴趣可以讨论看看，可以讨论。如果磨失掉又来不及了，对啊。先回应一下留言，我们好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。先留言一下，那你这个现况你是喜欢的，还是它原色的黑色你比较喜欢的？嗯，好，可以帮我留言一下，我们做个参考。有任何车辆要卖，几万、几十、几百的车我们都有收，报废车有收，我们有专人在处理，要给新手采购一点机会。然后全省都有估车、收车的服务，还要找什么车也都可以跟我们联系。OK， 来，哆来咪发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，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